大家看，我这一颗兰花，这一条花芽刚刚长出来没多长，就被一些小害虫给糟蹋完了，非常的可惜，看起来非常的恼火。所以说呢，我们养护兰花防虫非常关键，不然的话出现这种问题那就得不偿失了。那么在家庭养兰花，想要简单方便给兰花防虫，那么最好的方法就是用这种胶囊型的覆虫胺。这种覆虫胺呢，它使用起来非常的简单方便，只需要在一个花盆里面埋上一粒就可以了，不需要多，只要给它埋一粒。如果说土壤里面已经有害虫的话，我们可以把这粒小胶囊给打开，直接撒到这个花盆的表面，浇水它就会溶解。如果作为预防的话呢，我们只需要给它埋到里面去，浇水它就会慢慢的溶解，这样的话就可以有效的防止害虫糟蹋我们的兰花。尤其是现在进入到冬季之后，很多小害虫都会躲在土里面过冬或者产卵，这个时候给它做杀虫处理可以一锅端。好了，我们下期见。